哎，各位你们在干什么？吹牛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刚才在往那边吹，难道那边好像有牛叫，是不是啊？有回声。对。这个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这就是悬崖会学牛叫啊。哦，这个叫学牛叫啊。对。你要不要上来试一下？我算了，我怕，这么太高了，我恐高。你来试一下嘛。你再试一下嘛。这个是在叫什么？叫吹牛吗？对啊。哦，那太厉害，你再吹一下牛嘛。叫吹一下。嗯。不吹了吧？再吹一下嘛。再吹一下。那我们观赏一下，谢谢。真的再吹一下。嗯。哎呀，你这个牛吹的漏气了，这失效了啊！再吹一下，这才有点像哇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真的啊，原来这里还藏了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啊！对啊，往那边吹，难道它就会有牛叫，而且那边好像有回声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真的，人家出了100万才卖的，100万想买啊？哦，你们是来自哪里的？贵州的。贵州的啊？哦，这么巧啊，我也是从贵州过来的。从哪里来的？我也是从贵州过来的。哦，你们这么早就下来了？昨晚睡在山顶，然后今晚就下来了。哦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太厉害了。